特首話問你最後一個問題。嗯。如果即係我哋今日講咗咁多題目咧，即係圍繞住年輕人啦，同埋社會啦，或者父母應該點同年輕人即係嗰個叫交往啦。如果俾個機會你同年輕人、同父母同埋同社會講一啲説話，你會同我哋呢三方面講啲乜嘢咧？好，咁我多謝你啊，將你俾個咁嘅機會我，因為好少人會問我呢類型嘅問題啦，好多時都係好一單一課題咁去問一件事咁。咁啊，好榮幸有呢個機會答呢個問題，因為好似一個你當嗰個神燈咁樣，而家捽緊我，睇下可能俾三個願望我，有咩三個願望可以做乜啦咁。如果要俾一個願望或者一個諗法年青人咧，我就會同佢講，你可以做你自己要做嘅嘢。咩叫做自己咧？我其實某程度上覺得，我比較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嘅，咁我覺得其實每一個人天生都有佢自己嘅善良嘅特質啦，每一個人都有佢自己嘅強項啦。咁所以每一個人如果佢做自己中意做嘅嘢，應該都係做啲對社會有貢獻嘅嘢嘅。